外卖，我们两口子又来了。老公今天给我做的红烧肉，这个是扇子骨，还有这个可乐鸡翅，开吃。开吃。你吃这个哈。先来块果冻来。好了。开始果冻。嗯。好。我吃肥的，你吃瘦的。行行行。哎呦，你看你做这个肉，一看就有食欲。看看肥不肥？老要命了。骨头太大了、老香了，用的那么辣欢吗？嗯两口吧，这个瘦的给你吃，瘦的就不动，放在这吃。嗯，嗯，我就喜欢吃，瘦的。看了吗？妈妈，你的关键。谢谢儿子。家人们给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啊！谢谢大家。我吃了这么素。嗯哼。现在家人们用你们发财的小手啊，帮我们两口子点点红心，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嗯。